关注基层体育，弘扬运动精神。欢迎收看由台体运传为您播出的102年全中运特别报道，我是陈莹。新闻开始，带您来看到昨天香山射箭队打破全国纪录的影音新闻。在天气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选手如果能够保持平常的水准，就已经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了。但是香山高中的女子射箭队呢，却能缴出比以往更好的成绩，来打破了全国纪录，让选手和教练都欣喜若狂。新竹市立香山高中在4月14日的团体赛中，以226分打破由沈小俊、袁淑琪、吴慧如在2007亚洲大奖赛所保持的223分全国纪录。队员吴嘉宏、郁文义、林之瑜感谢队友相助，完美的配合，才能射出比以往更好的成绩。这次能破全国纪录，非常的高兴。这次能够破大会纪录啊，全国纪录，很高兴，都是因为有队友啊，然后我们都配合得很好，比平常射出更高的成绩，然后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那种喜悦是说不出来的。都很感谢教练，这段时间就是一直这样在旁边，就是训练我们，虽然很严厉，然后有点累，可是熬过去就是。果实真的很甜，就破纪录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也谢谢教练在后面就是一直奖励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轻松就好，谢谢教练。在宜兰气候阴晴不定下，能维持稳定的表现已经不容易，教练对爱将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选手更是兴奋自己能夺得金牌并打破全国纪录。我觉得在比赛过程中，从第一小局开始到前三局结束，他们的表现就已经非常好，非常突出了。那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想要说会破全国纪录，后面有注意到说，有机会破大会纪录，因为大会纪录是219分。然后射完第四趟最后一趟的时候，他们最后一趟也表现得非常稳定，以226分破了全国纪录，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了。不过不管是选手或教练，大家其实都很开心。在女子团体对抗赛冠亚军尚未开始前，香山高中就很被看好能破此次大会甚至全国纪录，而香山女将也不负众望，以3分的差距打破了高悬7年的全国女对抗赛射箭成绩。记者周神慈、刘佳丽、杨文启、叶宜佳宜兰报道。在昨天进入第二天赛程的游泳项目，由台中大理高中的于以真，他首次在高女组50公尺仰式破了全国纪录以及大会纪录。其实以真他以前是主攻蝶式的，不过后来教练发现他在仰式也很有天分，因此呢就在这方面特别的训练他，果然造就出了一个仰式的新秀。另外一方面，游泳常胜军南港高中的丁胜佑，他今年是继续保持高女组200公尺混合式的纪录保持人，再次夺冠。2013年全中运游泳比赛进行到了第二天的赛程，台中市大理高中于以真首次以30秒22的佳绩打破高女50公尺仰式全国大会纪录，而台北市南港高中的丁胜佑则继续拿下高女200公尺混合式的纪录保持人，再次夺金。是教练是说我可以，其实我能力是可以破，但是我会怕，就是我会觉得还没有游之前就会觉得说自己没办法达到这样。在练习过程中也发现他仰式其实是很有天分的，只是他缺乏信心，对，所以在他心理建设上做了蛮多的一些心理建设。其实感谢人除了教练之外，应该另外一个就是姑姑吧，因为小时候就是他把我带去游泳池，从原本的玩水变成练习游泳，然后再才有办法练出今天这样的成绩，希望说自己的成绩可以再突破这样，然后希望那个全国纪录或是所有的是分龄纪录或全国纪录那个名字都可以变成是我。精彩赛事不断下午，丁胜佑在高女200公尺混合式的表现亮眼，再次蝉联冠军。平常都是练游泳，然后135下午就是做重量训练这样，然后虽然做重量的时候就会觉得今天不用下水就是很轻松这样，可是其实做完就会酸个很多天啊。其实就是没有想太多啦，就是因为这个月都是在走训训练，可是训练量就是比以前多还蛮多的，所以就是也没有太多想说要不要破纪录，就是练习就是好好练，然后比赛就是尽力而为这样，随缘随缘。
两位选手借着不断的训练累积实力，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让比赛更加精彩可期。记者蔡静、周一华、彭宇珍、张永玲宜兰报道。另外，来自花莲体中的高浩文、彭尚泽和林大成，他们在十二日的团体排名赛当中是位居第二。三个人在团体对抗赛的一开始表现是非常稳定，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有压力的因素，导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仅以铜牌来作收。但是教练对于他们的表现还是给予肯定，并且相信他们未来会更好。十四日男子团体赛如火如荼的开打，花莲县立体育实验高中努力拼战晋级四强，但在下午的赛程遇上劲敌湖口高中，对手表现稳定。而花莲体中的选手们因为压力而未发挥实力，不幸落败，无缘金牌战。这次还算不错啦，表现还算不错啊，主要是抗压性要再加强一点。因为像前一场我们射非常高分啦，然后来到这一场的时候稍微有点压力之后，整个那个表现就稍微有点下降，选手表现有受到压力的影响啊，再来风向的判断要再加强，大概就这样。啊，基本上整体上我是觉得还 OK。这三位花莲体中的选手在个人排名赛中都有不错的成绩，团体排名赛也名列第二，非常有希望能在今日的比赛中争夺冠亚军，但因为气候因素与自己的小失误，无法前进冠军战，最后以铜牌作收。那个小部分失误，动作没注意到，还有那个风向没注意到太多。天气啊，天气就有时候雨忽大忽小啊。我们在射的时候都没有雨啊，觉得没影响啊，就是有时候会有风而已这样。感想就是没有把握到每一支箭。应该可以更好，成绩可以更高。这次无法迈向冠军之路，花莲体中的选手们难掩失望，深感遗憾，但拼战精神仍值得嘉许，期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接下来个人对抗赛中争回一口气。记者周神慈、刘佳丽、杨文启、叶宜佳宜兰报道。继续回来关心到昨天高男团体射箭赛的消息，冠军队伍是由陈信夫领军的竹北高中，而对上的选手呢，皆有国内外赛事的经验。即使比赛过程当中有些落后，但是也能够稳住阵脚，慢慢的把分数追回来。他们最后就以一分之差险胜湖口高中，成功挑战二连胜。宜兰全中运射箭赛程来到高中团体赛，竹北高中二连霸夺下男子组金牌，其中陈信夫、李万康、张伟翔拥有许多国内外赛事的经验，实力十分坚强。虽然个人排名赛因天后不稳未发挥实力，但选手努力调试，在十四日团体对抗赛最终以一分之差胜过湖口高中，夺得冠军。教练也很振奋，打赢这场激烈的战役。这一次可以得牌也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二连霸，哎呀，然后对，就是也是希望下一次能像现在这样表现那么好，然后继续往三连霸、四连霸迈，前进这样子。在比赛过程中二度平手，战况焦灼，队长陈信夫在后半段禁止射出七分，他自己也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及时稳定情绪，把实力发挥出来。竹北高中的三位选手分别在关键第四局顶住压力，射出十分、十分、九分的夹击，惊险胜出。比赛过程中队友之间互相鼓励激励士气，教练和家长们在他们射出高分时给予热烈掌声及欢呼，带给选手们极大的力量，在场上努力奋战。赛后他们表示，能在落后对手时稳住阵脚，把分数追回来，赢过强劲对手，他们相当开心，在此次项目再次称雄，顺利卫冕。教练期望未来竹北高中能在此后的全中运继续称霸。记者周神慈、刘佳丽、杨文启、叶宜佳宜兰报道。昨天游泳项目的比赛，下午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呢，是高男组的四乘两百自由式接力赛。建国中学的最佳阵容战术运用成功，勇夺了冠军，并且以四分四七秒二一的成绩打破了大会纪录。102年全中运游泳下午最受瞩目的比赛，就是最后一场的高中男子组800公尺自由式接力决赛。建国中学游泳队摆出黄金阵容，分别由黄奎宇、王建文、王志达以及曾玉成组成，各个燃烧斗志，不仅勇夺冠军，也破大会纪录。大家调整的还不错啊，早上也游的还好，然后排棒方式、战术运用也就是刚刚好，都有发挥功用，我们才有办法赢一点点。
棒次的牌的话，最强的哈，我们就给他留在第四棒，然后第一棒也是我们的队长，这样就把士气带起来。这样，除了训练时间，平常也像兄弟一样相处在一起。大家一起去打电脑吧，然后顺便培养一下默契。跑网咖会被老师抓，然后我们就隔天会被罚游。罚到那么强的？因为我们四个都是外宿生，所以常常聚在一起，所以平常就会有这些默契。勇界高手云集，将各自状态准备到最好，迎接每一个挑战。高雄是瑞翔高中，因为我以前国中也是读那里，然后那边训练模式环境都很好，所以是我们很大的竞争对手。目标把三项接力都夺下金牌。大家一起训练，然后强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就大家互相鼓励，大家盯着这样子。教练对孩子们赞誉有加，觉得孩子们很有潜力，也肯吃苦才能造就佳绩。希望他们能够把士气带动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潜力，然后而且才高中生而已，那将来应该更有潜力的来发挥他们的实力这样子。记者蔡静、周玉华、彭宇珍、张永林宜兰报道。去年拿下国女组100公尺及200公尺仰式冠军的徐安，其实她原本是不擅长于仰式的，但是靠着教练和家人的支持，才让她一路奋斗到现在。也因为她那努力不懈的精神，造就了一位金牌选手。在徐安身上，我们看到场上不仅需要不服输的精神，更需要把拼劲化为动力。遇到强敌，不是闪避，而是激发出想超越对方的企图心。因为去年就是100、200仰就丢第一名啊，可是因为自己本来是400混啊，后来就自己练仰，就希望就是可以不要再闪着别的项目，就是看哪个比较弱，就去可以争我夺第一名，要就是拼自己的成绩，就是跟别人拼了这样。仰式并不是许安的强项，但凭着苦练和毅力正面迎战，加上教练和家人的支持，成为许安最大的助力。就我觉得那时候如果自己没信心，就是自己成绩会当然会一直往下掉，有时候就是教练跟家长就会就是一直不断鼓励吧，就是给你重建你的信心，然后你就自己再努力，愿意再去尝试一次，然后当他看到自己有进步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勇气大增，然后就会一直进步。徐安不断接受挑战，加上大人们的期许，在比赛场上越挫越勇，也帮自己和队友们加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迈向心中的目标。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加油，然后一起往自己的目标前进，然后不管练习的时候多辛苦都不要放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不是随手可得，唯有一点一滴的累积实力，才有足够的战力一战高下。记者蔡静、周一华、彭宇珍、张友玲宜兰报道。在跳远和三级跳远都有亮眼成绩的郭哲浩，却在跳远的决赛当中表现失常，仅以7米14坐收第五名。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三级跳远决赛，他表示将以平常心来面对，全力以赴。4月14日进入全中运田径第二天赛程，下午登场的是高中男子组跳远决赛。今年备受期待的选手郭哲浩，不久前才在台北市举行的中等学校运动会中，以7米43打破了大会纪录，同时也缔造了个人最佳成绩。可惜今天没有发挥往常的实力，仅以7米14拿下了第五名。心里哦，压力太大，看他跑的时候。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的，不然的话，应该实力会更好一点啊。因为平常他不管怎么跳都会超过7米3，今天既然连7米都跳不过，显然是心理的压力太大。跳远是要完全做到速度要展现出来。从国小开始练田径的郭哲浩，一直都是接受同一位教练的指导。教练表示，除了一般基础的重训和冲刺外，他也用打篮球的方式来训练选手，以增加选手的跳跃力。近期的他是也是代表台北市要参加全国赛了，只不过是说按部就班，慢慢来吧，只要不受伤。竞走比赛的风气近年来在台湾逐渐提高，不过一般人可能对这个项目还不是很了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阳明高中竞走队的教练翁竹毅，来向大家说明台湾竞走的发展与近况。今年是竞走列入全中运比赛项目的第二年，
用意就是为了培养年轻基层选手，让台湾的竞走实力稳定发展。目前国内民众普遍对竞走感到陌生，今天就让我们带您来到全中运田径场，一同了解竞走。竞走的规则，它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是不能双脚同时离地，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的脚在接触地面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你必须是直膝的，不可以有屈膝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就更不能说你要用跑的。那每一次呢，每一个选手都有两次的警告的机会。那如果你第三次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会被判失格，然后就被淘汰。要成为顶尖的选手，除了耐力的训练外，也有身体的部位要着重加强。那其实5000公尺竞走呢，算是一种长距离的运动，那小朋友的耐力就很重要了，所以在耐力上面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说，在走的时候呢，你的髋关节必须要能够很适度的放松，才能够让你在走的时候，就是你的脚能够做直膝的这个动作，所以在髋关节方面呢，要特别的去做加强。阳明高中竞走队近年培育出不少优质选手，今年高女组的5000公尺竞走决赛，也由该校好手林涵真以26分17秒21勇夺金牌。近年越来越多人才投入竞走项目，期盼再过几年，台湾的竞走风气就能蓬勃发展。记者蔡立维、邱玉轩、刘玉轩宜兰报道。今年是竞走项目列入全中运正式项目的第二年，场上的焦点除了上届的金牌张丽媛之外，他的弟弟张汉文的加入也增添了这场比赛的话题性。最后呢，哥哥张丽媛是以13分29秒77的成绩完成二连霸，并且刷新了自己创下的大会纪录。在今年全中运竞走的赛场上，出现了一对来自仁爱国中的兄弟党，其中哥哥正是去年的金牌张丽媛。目前国二的他持续展现无穷的潜力，以13分29秒77完成3000公尺竞走二连霸，更比自己去年创下的大会纪录快了50秒之多。就中间有那个有去比过那个10000的那个竞走，就是体验，然后就有加强训练，课表会加重，就是一直进步啦，还不错。去年才正式列入全中运项目的竞走，逐渐吸引人才投入，张氏兄弟党正是其中一员。就是一开始我是长距离的，就是练前5那一种，然后老师觉得说要那个我的体力还可以，所以可以去练练看那个竞走，然后我就去竞走队练习，然后就越练越好，然后后来就是专练竞走，就比较好得名，然后哥哥又那个看起来很努力，然后就想跟着练，希望能超越哥哥，在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第一名，在他毕业的时候。在哥哥张丽媛光芒绽放的同时，弟弟张汉文也持续努力着，希望能闯出属于他们的一片天，也相信国内会有更多好手投入竞走这项运动。记者蔡立伟、邱怡轩、刘怡轩宜兰报道。才刚接触竞走项目不久的林文姿，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不仅打破了自己个人最佳成绩，也打破了大会的纪录，教练对他的表现是十分的满意。文姿表示到说，今天的天气以及场地是让他破纪录的一大助力。今年10月即将代表高雄参加全运会的他，也将会继续努力。3000公尺竞走是全中运近年来的新项目，选手们各个蓄势待发。高氏后进国中的林文姿，从长跑改练竞走，靠着天分与努力夺得金牌，不止破了自己的纪录，也破了大会纪录。竞走很好玩，想说，因为每次跑步教练就会说我的是脚后跟在着地，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练看看竞走，有心想要去练竞走，就觉得竞走其实虽然很累，可是走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其实也还好啊。天气状况是文姿夺牌关键之一，炎热天气与高雄相仿，一开始教练只是先跟着领先者跑，看状况再超越对手，配合教练的配速大幅度领先其他选手，虽然比赛中有失误，但仍不影响他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就放在10月份的全国运动会来做一个加紧的一个训练，代表高雄市来出赛，这是我们这个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标。
今年国三的文姿夺下金牌时，喜悦的表情全写在脸上。他说，未来将前往高院工商继续练习，希望以后成绩能更上一层楼，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记者马坤元、林文义、郑雅云宜兰报道。昨天竞技体操成队竞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其中是高男组的竞争最为激烈，最终是由拥有三名亚运培训国手的新庄高中来摘金成功，而地主呢罗东高商则是二度夺银，那么去年的冠军瑞翔高中则是退居第四。十七日下午，高男组成队竞赛竞争激烈，因为有不少选手已是现役国手，因此团队间的扶持显得更加重要。最终，高雄市新庄高中摘金成功，罗东高商名次依旧第二。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去年第一的瑞翔高中竟落马至第四名。原则上我们有六个选手，然后我们六个选手当中有三个是亚运培训的国手。对啊，然后其实我们去年全中运第二是整个团队的失误太多，不然原本我们应该可以拿下第一名的，而是说大家太紧张了，然后把这个团体冠军输掉了。对啊，今年是因为我们汲取去年的教训，好，然后每个团队的队员特别强化所有项目的优缺点，然后把它进化，然后我们把这个冠军拿下，这样子。在亚运的培训名单中，其中有三位就是新庄高中的选手。选手之一的黄大佑表示说，加入培训，训练量变大，希望自己能更精进。是整天的训练，就是早上，然后中午有一段休息时间，然后下午再练到晚上，这样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大小赛事就可以极力的去争取。对，克服紧张，拿出平常实力应战的新庄高中夺回金牌宝座，期待他们个人赛中的表现。记者王冠成、李怡婷、林静婷、于怡婷，宜兰报道。跆拳道国男组78公斤以上级的冠军是由大墩国中的陈建甫来夺下，同时他也是去年的金牌得主。这一次呢，他在冠亚军赛的时候状况似乎比较不好，他对上的是台北市的中正国中柯威腾。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放不太开，但是后来积极的抢攻，还是保住了卫冕军的光环。去年拿下金牌的陈建甫，今年将延续他的强烈攻势和纯熟技巧，力拼连霸。第一场陈建甫的状况并不是太好，对手一路缠斗，双方打到作死赛才分出胜负。但第二场建甫调整状态，强势的进攻以28-2的大比分差拿下胜利。对于今天场上精彩的表现，建甫自评：在前几场可能比较有还没放开打，然后后面就比较好。希望可以更好，比较对啊，比较差距，然后就得分比较多。应该是兴趣吧，从小体力比较差，然后从一年级就开始练了。这一路走来，教练影响健甫深远，每天教导他技术上和体力方面的训练。虽然有时教练也会骂他，但健甫并不觉得教练很凶，反而更激励他在跆拳道之路能有更好的成绩。杨燕瑜教练也非常赞许健甫的表现，也对他有所期待。因为健甫他去年就是冠军啦，所以今年背负的压力比较大吼。如果如期再拿一次冠军的话，就是做教练很为他感到高兴，就是恭喜我的学生全国冠军这样子。国中的孩子应该比较加强的，除了技术之外，就是心智吧，对场上的抗压性啊，对心情紧张度的调节调整，这些可能是比较。现在这个国中孩子比较需要面对的难题。面对镜头，健甫非常害羞，但真诚和认真的态度，我们在场边都看到了。希望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选下一届亚青国手资格。记者张品文、周婷莹、张玉昌，宜兰报道。今天全中运跆拳道项目的赛程进入到了高中组，而高中女子46公斤级曾经为国风国中跆拳道队拿下两面金牌的蔡博熙，她今年是代表了志平高中来出赛。刚刚转战高中组的她表现不错，也希望能够为志平高中拿下奖牌。
今日在宜兰的全中运跆拳道比赛进入高中组赛程，高女组46公斤级，来自桃园县私立志平高中，去年刚刚毕业于花莲县国风国中的蔡伯希，也曾为国风国中连续两年拿下全中运金牌。对于首次参加高女组的比赛，伯希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刚升上高中，对手都会比较高，然后动作比较多元。哥哥蔡宏宇在2012年当选世界青少年国手，对伯希来说有什么影响？就他也是成绩不错，所以就以他为目标，就可以的话就超越他的目标。曾立成就很敢打，什么动作都敢尝试，都敢踢。谢谢他们那么支持我，让我有动力继续走下去。教导伯希短短一年的教练，对伯希的潜力大为赞赏，也针对他的弱点做特别加强。因为他之前呢，都是因为在国中组，那他今年是第一次跳到高中组来。第一场的表现可能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完美，那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慢慢他能渐入佳境。那在第二场表现的时候还不错，对，刚开始区域劣势，然后慢慢他可以追上，因为高中组跟国中组的差异性会有点有也很大的差别。希望他在高中里面能够为他自己也能够为学校争光，那然后在未来路上，那他能够继续走竞技这一块这条路。上午的赛程连续两场逆转胜，期盼伯希能为志平高中拿下佳绩。记者张品文、周婷莹、张玉昌，宜兰报道。今年全中运跆拳道项目高女组最具话题性的选手，就是前几天在品试个人以及团体拿下双金的廖文萱。但是他今天在对打的时候，本来目标要朝向拿第三金，可惜身高的差距导致分数久攻不下，最后就以0-3败阵下来，可惜无法创造纪录。今年全中运跆拳道高女组最具话题的选手廖文萱，在11日品试高女个人及团体组皆获得金牌，而今日在对打方面目标第三面金牌的她，感觉得出来压力相当沉重。第一场虽然成功逆转胜，但第二场由于身高上的差距，分数久攻不下，最后便以0-3败下阵来，无法创下纪录。廖文萱身为两期国手，平时勤奋练习，态度积极。对于今日的表现，文萱觉得还可以，然后因为对手太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进去，然后脚太短了，然后对手脚长我一截，所以比较不好得分。没有用头脑去打吧，打到后面输了就随便乱冲乱打，没有冷静下来去打。回去再慢慢多打对练吧，多去打友谊赛制。虽然无法挑战第三面金牌缔造纪录，但文萱并不气馁，期望明年能再一次挑战。而训练文萱的谢磊教练对他今天的状况表示：今天他的表现的状况呢，因为这半年来都是在练品试，那本身的话呢，品试的练习需要很长的时间，对练这边的话比较疏于练习。那这次的表现第五名，其实以教练的感觉的话还算可以，因为刚刚的那一场的对手呢，那身高大概175公分，对，那身高是也有点差距。现在的比赛电子护具的话，身材优势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应该我们回去的教练团的话，再做一下检讨，就是这个时间上的调配跟练习的一个模式，再来做搭配。检讨完了以后，希望下一次成绩能够得得更好。未来文萱将代表出国参加品试比赛，期望他能发挥实力为国家争光。记者张品文、周婷莹、张玉昌，宜兰报道。网球项目在昨天中午进行的是高男双打的冠亚军赛，由建国中学对决新庄高中，一路过关斩将的新庄在比赛一开始就取得了优势，而落后的建中呢处变不惊，展现了黄金搭档的好默契，硬是将比分追到了6-6平手，最后还反以8-6逆转成功，夺下了今年高男双打的冠军。全中运高中组的赛事终于在今日进入最终章，昨日进入四强的分别是建中、新庄以及两支三名的队伍。经过二强赛的桌队厮杀后，建中曾文博、黄昭佑和新庄邱玉祥成为了力挫对手，挺进冠军战。冠亚之战一开打，新庄就先下一城拿下第一局，不过建中也不甘示弱的一路紧咬对手的比数不放，压得新庄喘不过气来。建中的曾文博、黄昭佑渐渐发挥常年培养的默契，可以说是越打越顺。到了6-6的僵局，建中稳扎稳打，连下两局，
赢得102年度全中运的高难双金牌。很爽啊，很爽，很开心啊，因为国中的时候就输过他们一次了，所以这次赢很开心。应该是在6-6以后，我们就是比较敢打，然后比较放得开，所以拿下了胜利。一开始我们两个有点紧张，可能太想赢了，那到后面就是有沟通，所以越打越好。新庄高中去年拿下两金一银的优秀成绩，今年各项目却总在亚军止步，把金牌拱手让人。反观有许多后起之秀的学校，一路上过关斩将到最终回合，令人得以期待往后的表现。记者黄梅芬、陈玉婷、胡雅纯、邱玉婷、宜兰报道。网球赛事在今天上午进入了尾声，由国男和国女组的单打冠军赛作为压轴的戏码。两边的赛事都非常的精彩，选手们皆互不相让，而最终呢，男单是由黎明国中的吴东林来夺得，女子金牌则是由振兴国中的黄恩佩来拿下。网球赛事进入最后一天，终于在今日画下句点。今天的压轴好戏是国男国女单打冠军赛，国男单由黎明国中吴东林对决花坛国中骆建勋，两人都曾在全中运有精彩的表现。一开赛双方互相拉锯，两人比数互咬到5-5时，吴东林及时稳住阵脚，调整好状况，最终吴东林是以8-5击败骆建勋，拿下本届全中运男单金牌。教练要求的都有做好，教练昨天讲战术都有彻底执行，因为感觉对手比我还要紧张，那就比较放不太开，然后我有执行教练的策略这样。另一时间，国女单也正在进行冠军争霸战，由阳明国中卓宜萱对上振兴国中黄恩佩，双方比数互咬，黄恩佩曾一度领先，不料卓宜萱急起直追，把比数追到8-8进入 tie break， 最终黄恩佩以9-8力克卓宜萱，夺得今年国女单金牌。开始还不错，然后后来有点松懈，最后有撑进去。虽然网球赛程曾一度阴雨中断许久，但最后一天出现的好天气也带给整个赛事完美的结局，也期待这些小将们能在日后的网球场上有更杰出的表现。记者邱玉婷、陈玉婷、黄梅芬、涂雅纯、宜兰报道。羽球项目在昨天下午终于颁发出了第一面的金牌，高中女子团体赛是由大同高中来夺冠，同时他们也挑战2连霸成功，每个选手都欣喜若狂，而被打败的新庄高中只好抱回银牌。另外进行的季军战是由高雄中学及新丰高中来分别得到第三和第四名。102年下午1:30，全中运羽球项目第一座冠军终于诞生了。这次的比赛再度重演去年南北争霸战，由去年冠军台北市大同高中对上去年亚军高雄市新庄高中。毫不意外，这次的冠军依然是由大同高中夺得，完成2连霸伟业。我觉得我今天表现还算可以，有在预期的之内。我觉得我60分吧，打到一半会累会喘，还有信心不够。第一点单打依然由大同第一单打李嘉欣出战新庄的洪逸婷，李嘉欣仍然以超强的实力为球队夺下第一点的胜利，被新庄一口气拿下2个点的胜利，势必阻碍大同的冠军梦。我觉得我要改进就是我的体能吧。很紧张啊，然后有教练的陪伴，让我比较有信心点。关键的决胜点，大同高中的宋硕云顶住压力拿下胜利，最终大同高中以3-2的总成绩险胜新庄高中，夺下冠军宝座。另外，同时间进行的季电战，高雄中学和新丰高中分居第3和第4名，高中女子团体赛再次落幕。记者何天正、陈怡燕。宜兰报道。今天能人加商夺下了羽球团体赛的冠军，也是他们队史第6金。那他们在冠亚军赛的时候对上的是败部复活的志平高中，志平最终是不敌能人的连霸气势，让能人以直落3来称霸团体赛。
2020全中运羽球高中男子团体冠亚军战于15日早上8点火爆开打，分别由称霸羽坛的能人加上对战败部复活的志平高中，地点到达志平派出红军中讨伐全国排名第5的王子维，所向披靡的王子维以只落2局的成绩拿下第1点胜利。比赛第2点单打由乙组全国排名第1的杨银翔和第3的欧阳群上演，两人在场上交劲，各自拿下1局。最后杨银翔重新调整状态，顶住压力打败欧阳群，拿下关键的第2点。对于第2点战局，教练表示：那这一场啊，因为第2局的时候有一点啊，几个主理球不是说很好，那导致他在心理上面压力上面啊，接着又来。那我在旁边也是跟那个人，你不要想其他的，打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球路球，让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能人在这次比赛中挑战6连霸，赛场上弥漫着紧张气氛，多少也会影响选手的表现，也因此场边的队友不断给予加油鼓励。比赛第3点，能人双打组合轻松拿下胜利，最终能人以直落3-0的成绩拿下第2个冠军宝座。赛后采访关键战的杨银翔，他表示：整体的速度和球速都有到位，可是就是一些主动失误太多，压力是蛮大的。不过打到最后就觉得不要把自己压得这么死，不要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放开来打。记者何廷正、陈一燕、宜兰报道。桌球项目万众瞩目的高男团体赛终于在今天分出了高下，由去年的冠军海山高中对上浮城高中，这一次浮城是有备而来，以大比分4-1成功血耻夺下金牌。102年全中运桌球项目万人空巷的男团冠军赛于15号上午8点半正式开始，由去年冠军海山对上去年没能获胜的浮城，而浮城似乎有备而来，以大比分4-1成功血耻拿下冠军。跟他打满分了，所有选手为了这次全中运，然后特别从高雄到台东异地训练3个礼拜，然后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然后就是为了要圆去年没有完成的梦想。然后今年真的表现很优异，也顺利拿到了冠军。第1点单打，浮城派出成人国手李嘉升应战，对上海山曾义成，打来毫不留情，直落3位，浮城抢下关键第1点。不过到了第2点双打，浮城林学佑和吴家俊就遇到了一些麻烦，面对对手许廷浩、林松伟稳定接发和强力的回击，林吴来不及应对，就以直落3被对手扳平战局。而被扳平的浮城压力自然就落到了廖振廷身上，不过他表现沉稳，让对手曾子成没有任何突破机会，也让廖振廷排下第2点抢先停牌。而他也感觉到今年跟往年比较起来特别不一样，就是很开心啊，把去年的遗憾引回来，然后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战战兢兢的，所以刚开始从第1点开始气势就很旺，然后就一直压着打。最令人惊艳的组合非浮城王龙斌、李杰莫属，面对去年双打排名第3的林正卫，打来毫不畏惧，稳定的直线斜线攻击杀了对手无法招架，最后王龙斌和李杰恩就带领浮城抢下男团冠军。大家都非常想要拿冠军，所以就拼了，都没有想很多，就放轻松，然后反正后面还有队友。其他赛事方面，高女淡江则是成功击败南湖高中完成5连霸，而国女维珍国中则以3-1扳倒淡江高中完成2连霸，还有去年第4的桃园国中则是打败以黑马之姿晋级冠军赛的五福国中拿下第1。记者陈冠宇、萧颂伟、张瑜君、陈玉婷，宜兰报道。今天下午桌球项目进入了个人赛16强的赛程，女子方面，去年高中组第3名的崔宝文对上了去年还是国中部选手的林破炫，果然是姜还是老的辣。崔宝文虽然失掉了第1局，但后来渐渐的找回手感，并且善用他特殊的切球打法，顺利晋级8强。102年全中运于15日下午正式进入个人赛16强的赛程，于下午2点半进行的是去年高中组第3名崔宝文对决去年国中部第3名的林破炫。虽然同为第3名，不过高中和国中还是有段差距，最终崔宝文就以3-1打败对手晋级8强。
第一局崔宝文开赛似乎还没找不到手感，被对手拉开一波5-0的攻势，此局就因为差距过大被林破璇先抢一局。不过赛后崔宝文倒是显得不以为意，很平静啊，然后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想说稳稳的打没关系，还有很多局这样慢慢追。不稳固后，崔宝文就渐渐找回手感。虽然第三局一度被打入 deuce， 不过后三局还是靠着他稳定的削球打法，以11-4、16-14、11-7击败对手，晋级八强。崔宝文赛后对他自己少见的削球打法则有一些看法：优点可能就自己可以制造旋转变化，可以调动对手自己的节奏变化；然后缺点就是跑的范围要比较大嘛，然后。对手冲的话，自己也会比较难顶，常常被杀这样子。而崔宝文似乎也对下一轮的对手黄兴拟好了一些策略，自己先稳定，然后不要慌张，然后多做变化，大胆抢攻。黄兴其实在之前的采访当中有提到，往后的比赛崔宝文绝对是要小心提防的对手，而他们在八强赛主要正面对决，相信一定精彩可期。记者陈冠宇、萧颂伟、张瑜君、陈玉婷宜兰报道。高中组举重赛事在今天正式的开跑了。上午第一场女子组48公斤级是由高雄古山高中的蒋梦君以抓举60公斤、挺举80公斤，总和140公斤来拿下冠军，同时她也完成了高中三年生涯的3连霸。全中运高中组举重赛事于15日在东光国中体育馆拉开序幕。上午第一场女子组48公斤级，由高雄古山高中举重队的蒋梦君以总和140公斤顺利在高中生涯拿下3连霸。虽然未能达到标准，她表示还需继续加油。我觉得不好，比一般练习还要不好。后来我该加强的地方都是支撑。支撑部分真的很差。家中五个兄弟姐妹都曾练举重，虽然一开始父亲反对孟君走上举重这条路，但是孟君拿出优异的成绩，让父亲改变了看法。是除了爸爸，就妈妈、姐姐、哥哥他们都蛮支持的啊，没有说好啦，不要练了之类的。就如果挫折的时候，就会鼓励一下这样子，爸爸。之前是很刚练的时候很反对啊，但是现在是也没有说好了，女孩子不要练了，不要练这样子，也都没有，对，就没有多说什么，之前会，现在不会了。而高男组56公斤级战况十分焦灼，最后由台南新荣高中谢尚成以总和209公斤夺下金牌。记者谢长如、张维山、李觉璇、颜如玉宜兰报道。接着带你来认识一位来自土城高中女子划船队的队长邱佩瑜。其实她在高中之前是一位游泳选手，后来因缘际会之下加入了这个划船队。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别人做得到她也会达到，因此她在去年当选了亚青国手。今年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全中运，期待她会有更突破的表现。邱佩瑜，台南市立土城高中划船队女子组队长，在101年当选西式划船亚青国手。升上高中之前，她是游泳队的选手，由于竞争激烈，她决定转换跑道，进入土城高中划船队训练。不管是划船上的技巧，还是练习的心态，学长姐的带领是邱佩瑜在划船生涯中最感谢的伙伴。我之前跟学姐配船啊，然后她真的是教我很多，从我们一开始下水。他是很凶，就是骂到我，就是上来就是哭啊，或是冷战都有。可是到后面，就是他知道，这样子方式好像不太好，他会慢慢改进，改他教我的方式啦、啊，然后就变得我们两个越来越有默契。练习过程中虽然辛苦，但有着一股不服输个性的邱佩瑜，笃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别人做得到的，自己也能达成。当他高一起步时，测功仪成绩就已达到不错的水准，对自我表现要求高，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他一路上所坚持的信念。我一年级第一天练习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学长跟我说：“你趁现在还没有开学，你赶快转学啦。”他说：“反正这个年假也放没几天，什么假日都要练习啊，那么辛苦你来练干嘛？你赶快转学啦。”然后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很不服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别的学姐
都撑下来了，为什么要叫我转学啊？一开始会觉得说应该是没什么，然后后来练下去才知道真的很辛苦。他平常是一个他该认真就认真，然后该玩的时候就会去玩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学姐。今年全中运是邱佩瑜最后一次披着土城高中的战袍出赛，希望能突破自己的成绩，并且达到最亮眼的表现。记者周燕威、黄维君、张一芬、黄怡璇，宜兰报道。相较于陆地上的运动，水上赛事更具危险性，因此安全措施不容忽视。而今年在东山河举行的划船以及轻艇的比赛呢，由于天气较湿冷，场地也比较滑，选手们在比赛前搬动船只或者是比赛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滑倒或者是翻船的情形发生。对此，举办单位呢也呼吁选手应该要有正确的应变能力，也做出了完善的配套措施。各县市好手都来到宜兰县东山河清水公园一较高下。比赛或练习前，选手们都要将赛艇搬动到河边，若是场地湿滑，就很容易导致选手受伤。在水上时，翻船后的应变更是举办单位以及选手需要注意的地方。通常划船就是在很深的水域练习，所以翻船的时候都没办法踩到地板，所以一定要会游泳。就算不会游泳，也要会打水。划船与轻艇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几天的比赛虽然偶尔有翻船的意外发生，但是基本上东山河的河道是有规划且相当安全的国际比赛会场。有经验的选手提出翻船后的应变方式，就不要紧张就好，不要慌张，然后不会游泳的人一翻船就打水出水面抱住船等老师来救你，这样就好了。期间在场边也设有医护组，随时替选手处理运动伤害，让选手能在最佳的状况下出赛。目前为止这两天我救护情况是没有翻船的机会，因为这边水深没那么深，这旁边都会有些消防单位在弄。那大部分我们现在目前的受伤情况大部分都是擦伤、扭伤和撞伤部分。虽然在河上的活动是相较安全的，但是气候造成陆地上的危险因素增加，因此注意安全是比赛的最高准则。记者周燕威、黄怡璇、张一芬、黄维君，宜兰报道。另外一位轻艇队的女将钟玉涵，她是南投水里国中和水里高商合组队的唯一国中女学生。那么在教练的眼中呢，她是一位认真上进的女选手，但是情绪起伏比较大。比赛赢的时候当然是超级开心，输的时候呢就会哭或者是会生气。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带您认识这位可爱的女选手。南投县水里国中和水里彰工组成的轻艇队里，钟玉涵是国中组唯一的一位女生。102年全中运，她和学长姐一起来到宜兰比赛。在队里年纪最小的她，和学姐相处起来十分自然。每天一起练习下来，培养了深厚的情感。我在搬船，还是有比较重的东西，学长姐就会过来帮我，那我会承受不起。然后休息时间就是在唱唱跳跳，就很像姐妹这样。钟玉涵从小就爱运动，国中时接受老师的推荐，加上自己也喜欢水上运动，钟玉涵特别转学到了水里国中，开始了他的选手生涯。提到为什么会选择轻艇，他笑着说：“因为轻艇，我是比较爱玩水那一种感觉，就他可以翻船，就感觉很好。”在教练眼中，钟玉涵是一位认真尽力的选手，参加比赛时也获得了教练的肯定。但毕竟是女孩子的玉涵，表现不好时还是会难过。玉涵她平常在队里面就是蛮认真的哦，在做课表的时候都蛮尽力的，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我的一个选手。那输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生气。钟玉涵认同且热爱轻艇，而她会在这项运动中继续用心耕耘。记者张一芬、黄怡璇、黄维君、周燕威，宜兰报道。以上是4月15号的全中运特别报道，更详尽的赛事内容，请上台湾体育运动影音网查询。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莹，再会。